大家好，各位晚上好。今天晚上拥有了好多新名字，好开心啊。有芭比娃娃，有美丽夜蝶，Cinderella 是什么？还有 Cinderella。你看，这不怪我，你们要是听不懂我说的，那不怪我，哦，那怪我咯，那我也没办法，我就是这样子的。谢谢，不想取名字的小安，这就是这。喝点钙水，好的。嗯，好漂亮，没有钙水啊，今天没有钙水，有吗？钙水没有买。面包不会，因为太饿了，这不会饿，就哎，不是，我没有钙水，我有茶水。嗯，我也不知道钙水是什么玩意儿。嗯，吃馒头吗？现在不吃，现在吃的是面包。小时候比较穷，就要吃馒头。就小时候不是没钱的时候，不就是要吃馒头嘛？然后你们小时候爸妈没有跟你们说吗？家里穷的时候，家里穷，然后没钱吃饭，只能啃馒头啊。我们家就是这样的。小时候我妈说饭都吃不起，只能啃馒头，你知道吗？很想吃饭，只能啃馒头，那就是馒头。吃土的，没吃过。我们南方人是吃馒头的。嗯。祝你早日练出腹肌。对。好好笑吗？没有啊，我觉得还不是很正常吗？那小时候就是没得吃，那不就是吃馒头吗？还有什么？请问有什么疑问吗？哦，就是你，那你早上，那你每天都会喝的，那你要补钙是吧？补钙这个东西为什么没人猜对呢？天天就是爸爸妈妈说。多喝牛奶，多补钙，怎么能猜出钙水的这个东西呢？还长高，对，多喝牛奶能长高又能补钙，这个是，这简直就是答，就是明摆着的答案呢、啊。这还不能猜出来，对吧？我说了解释牛奶，我后来说是一种前面是一个动物，他还是没猜出来。嗯，我说前面是一个动物。嗯，后面。
后面就是那样子。后面就是那样。就是那样嘛。不是，我又觉得那个字不知道用什么字来形容。我都说了，每天早上我是不是说了每天早上都要，早上睡起来要喝，晚上要干嘛了？谢谢 Real， 要变甜妹的999票。谢谢投票，这个还行。其实这是我早上的啊，我没有，我只是在形容。可是那个字真的很不好形容啊，因为我都形容那么透彻了，因为我都说早上起来和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是不是？那很正常，是个人都会说是牛奶啊。那你除了喝牛奶，你能喝什么呢？谢谢，两个字而且是，我那么明显了。谢谢投票。闹闹吞拳头，吞馒头。我队友掐人中。谢谢投票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好，不喝了。吃点小饼干。我上次没，我觉得它会不会淹掉啊？就是它会变软了，因为放很久了。会咸的。保质期是多久？保质期还挺久的嘛，12个月。2021年1月20号。那就到2021月20号，做哦，还有半年。好的。我看看一月，没事吧？它还是可以吃的，它可以放，还可以，因为它总共可以放一年，它只能放一年，要到明年。我怎么可能吃不完？我过几天就把它吃完了。蜜蜂好，没过期，还有半年呢。好吃，谢谢小西瓜瓜的99票。哎，我又拿起了茶。待会儿晚上就不用睡觉了。好，讲讲什么？讲讲 Unit。今天 Unit 那个第一个节目是闹闹的节目啊，我跟他是任性的流星，然后还有我准备了一首唱歌的。哎，等一下，哦，哎，那个眼镜是谁的？是闹闹的。后来被丹妮拿去戴了，丹妮好像还没有还，不知道放哪儿。对，甩了别人的眼镜。不吃了，
啊，不喝了。好，不然睡不着了。不喝吧。我今天没戴耳机，我回来的时候我都很想听一下我今天唱的，我没办法听，我在车上总不能外放，因为我没有耳机，没戴。不敢听，还是算了。因为我今天没有戴耳返，然后用的是公司的耳返。今天听耳返里面声音好刺耳，对，就是很刺耳，我就好刺耳哦，所以我就摘了一边，但是摘了一边这边也很刺耳。嗯，我自己听的时候就刺耳，那我摘了我又听不到外面的声音，听不到，很闷。谢谢啊，谢谢。嘿，不知道，我凭感觉唱的，虽然我听不到，我是凭感觉的。嗯，中世纪吸血鬼 spy 有一种那种感觉吗？因为他的衣服挺好看的。嗯，谢谢。好，不夸张，行。对啊，里面的红衬衫就是我生日时候黑与白的那件。舒服了，啪啪。今天 spy 的情节是我们昨天晚上想的，我想的，想了一个晚上。其实，哎，就不想讲我们今天的剧情了。丹妮在下面看，他说。我看懂了，我看懂你们的剧情了，不错，很不错，很不错。因为在底下看，哎呀，其实少了一个环节，就是前面应该是我跟韩月在前面，因为其实我们两个是这样子的，我是这样设计的，我跟韩月是合伙人，其实我们俩是一伙的，我们忘了去介绍了，对，忘了去介绍了就忘记了，没有想到这个环节出错了，哦。对对，是没看出来，对，因为我们没有交代我们是合伙人嘛，对，嗯，所以就是有点，所以就没办法，没关系，哈哈，对，然后所以就是我跟他是合伙人，然后月月就是先去用酒去跟他喝酒，然后就把他给灌醉了，然后或者是下了什么药，然后他就晕倒了，越狱把他给绑起来，我的那个合伙人。然后我呢，就是英雄救美，其实我是那种，对，其实对我就是英雄救美。然后让他自醒来之后，发现是我救了他。嗯，谢谢。其实我本来也是想，然后我就是为了故意接近他嘛，我的角色就是为了故意接近他，然后跟他在一起，就是让他跟我就是喜欢上我那种。对，结果变成我喜欢上他了。结果我被他迷倒了，对，结果是我陷进去了，哎呦，对，然后后来他发现我桌子上就是那个文件夹里面的目标是他，然后他发现了，原来就对，然后结果是我们要把他干掉的那种，嗯，后来他知道的时候他就知道了，但是他没告诉我，但我不知道他知道了，对，嗯，然后我们就。我还在那里很享受我跟他的两个人的感情呢，什么结果人家早有已经准备好枪，已经，而且他今天忘记拿那个我设计的一段，他今天忘记把那个，今天我们道具都忘了，设计的一段那个把我推到沙发那里，就是戴那个黑色，就是蒙眼睛的袋子，他忘记了，他很好笑，他忘记之后他就用手把我蒙住。我整个人都给他被他给拽了，拽来拽去的，笑死。对，然后我就说你把我蒙住吧，你过来把我推下去，然后把我绑起来，然后你就这个时候你就把你的枪放进你的袋子里，对，藏起来。到最后的时候，但是我还不知道嘛，我还是很就是跟他已经在享受的那种暧昧那种感情什么，然后完了之后我就去。然后到最后的时候，我就去 拿那个，其实我要送他一个戒指嘛，礼物，其实有点类似于想要跟他在一起的感觉，嗯，那种，
所以我就去拿了，结果拿出了我的那个杀手锏，就是类似于我的杀手锏就是要向你求婚，然后他却掏出了枪要杀了我，然后后来我的大同伙也来了，我看我同伙来了，然后我就帮他挡了枪，他要杀他嘛，正好在他后面，我就直接帮他挡枪，我就死了，对。就很好笑，娜娜说不行，你要死。他本来要杀我的，没有想到我帮他挡了枪。然后完了之后，他说啊，我看你死了，我也要死。他偏要死，我说你不行，你这里死不合适，我实在没有办法让你怎么死，我不知道。对，然后就算了，你别死了，你别死了，让我死吧，我一个人死。他说不行，我看你死，我也不行，我也要死，我要一起死。昨天晚上一直在纠结这个，他偏要死。我说我今天真的，我觉得这里很不合理，你死了就很奇怪。对，我不知道你怎么死。哈哈笑死了，哈哈哈笑得我，老师，那我死。对不起，太好笑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罗老师，不不不不不，笑死了，真的。罗老师不小心打死了他的同伙，然后罗老师跑掉了，当场笑得我。我说罗老师，如果这种情节的话，你跟你伙伴一起。然后你伙伴背叛了组织，然后为他的心爱的人打了一枪，然后结果是被你杀的，你当时会什么反应？赶紧逃！罗老师再补一枪，我就说你会怎么做？我说你都背叛了组织，你还要怎么样？我还能让替你收尸吗？真的是。笑死我了，不是，很好笑的是，我本来就是不是中枪之后就要倒下嘛，闹闹一直不肯让我倒，不给我倒下，你知道吗？他一直把我扒在他身上，你知道吗？我整个人吊在他身上，不然后我很用力的往下拽，就是。他说你要倒在我身上，我说你得让我下去啊，不是我总不能挂在你身上就一直这里安顶吧。真的太好笑了，他。对，然后我就使出浑身解数，我就往下坠，我就往下坠，真的你知道吗？真的太好笑了，救命！瞬间不悲剧了，对，变成了喜剧了，哎，猜歌吗？今天猜歌也没有很厉害，我就是反着猜，我觉得好难哦，太难了。对，就是我们看到，就是隔壁组已经是很强大了，很厉害了，就是太牛了。对，然后我们这里，他们好认真玩哦，他们真的好认真、好认真的去玩这个游戏，就是每一题感觉都要对那样的。然后我觉得我自己肯定猜不对，因为。我跟江江刚刚还说，不管我们两个谁反过来，我感觉我们的结局都不会有差。我说对，即使你比的再好，我可能也不知道我会说出什么样的词语。对，是的呢。那个勇气很搞笑吗？真的吗？勇气。我说了什么？我居然说对了！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就能猜出勇气了，因为我听那个声线很像梁静茹的声线。
嗯，我就是听到那个感觉很像，底气不足的说的勇气，真的吗？对，我就顺口一说，也说的很小声，没有想到我赢了，我对了，好开心。对，为我们组班得一分还是2分？第一次的时候好没有勇气呀、啊，杨静茹都没有给我勇气，她这首歌她应该给我勇气才对啊，但是我都没有给到我勇气。吴亦菲的下一站天后绝了，这个是我永远都没有办法就是听得懂明白的，你这顺着放，不管你顺着放倒着放，我可能。顺着放，我肯定能听得懂了，就是那种乐感很好的。我知道他每个调都在跑调，都在跑，但是我至少我知道，真的，他的一出来太好笑了，他就是来搞笑的。菲菲的声音是那种海妖的声音，你知道吗？就是真的有那种海妖的声音，我只听得出来是他声线，但我听不出来是什么歌，嗯。没听出来，他的声音太好认了，他一声音一放我就知道是他的，太熟悉了，主要是，真的很像海妖，我总觉得他在唱什么海妖的那种赛任或者是那个深海之声那种 feel，真的，我都以为是那种歌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什么词？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词，就海上的妖，就是在大海上，你想想海妖就是那种在大海。在一个寂静黑暗的夜晚，然后你漂泊在无人岛上，漂泊在无人岛上的那个大海上面，然后一个穿着深色衣服的海妖，然后在那里吟唱的感觉，很有那种声音，是没电了，但是呢，是没电了呀。但是呢，没关系。但是我有充电器，在这儿充着，你仿佛在，对，我跟你说，你要想听懂佳佳说什么，你要跟紧佳佳的步伐，对，不能落下佳佳的任何一点，就是各种各样的，就是跟你们交流的时候，不然你们就会听不懂。所以说我才说，只有我的粉丝才能听懂嘛。对吧？就是一定要就是时时刻刻跟我交流，你们才能懂我的东西。因为我要跟你们解释我说的词语的意思就是不一样。对，就是还要分析一下为什么要这么说，这么说是为什么？对，学无止境，懂吗？没事，我也会向你们学习的，就是我们都是互相学习的嘛。对啊，我很多话都是跟你们学的。你们要是听不懂我说话，那就证明你们听不懂自己说话了。反正我说的话都是跟你们学的，我怎么知道你们听不懂我说话呀？你们就是这么说话的。好家伙，你们不会自称哦？对啊，我也觉得，我其实很少蓝色的衣服，不是很少，我好像没有过，有吗？有蓝色的 T 恤吗？好像没有穿过吧。然后我今天选了一件，不是很多件，五颜六色嘛。我就选了这一件，很少，我很少，但是没有这种很蓝的 T 恤，对。然后就选了这件蓝，对。一开始我觉得很怕显黑，结果穿上不显黑，因为它是蓝配黄，这个配色就会很好看嘞，而且很显白呀，不显黑。吊牌拆了，我今天去洗头的时候，
专程让那个理发师帮我拆的。是的，人家都想说很久了，人家很多人都说想说很久了，我都吊牌了。我说我知道了，我只是习惯性不拆而已。我今天去给他们排练的时候，就是我排我的节目的时候，他们就说你怎么不拆吊牌了？他说我想说很久了。啊，没事，我说我已经习惯了。他们一直很想说，对。我说你没关系，你们可以说呀，没事，我就是想挂在那里而已。对，我是故意的。不会不舒服呀？为什么不舒服呢？我平时就是不喜欢拆吊牌，因为我觉得很时尚啊。啊，不是，你看什么吊牌啊？有些吊牌挺时尚，有些吊牌就像一个挂钩一样，随时可以把你拎起来。对，人家直接扯到你后面吊牌就可以把你拎起来，称一下多少斤，70多。对吧？好冷，好冷，好冷啊！天啊，讲了一个冷笑话，根本就不是笑话。又秀了一下，哎，没有了啊，秀什么？谁要秀？秀什么？谁秀？秀什么？对。秀知识。我长胖了，不是75了，已经。对，已经长胖了好几斤了。78样子吧，78、79，对。80再来说，不，我80就不告诉你们了。对，80我就躲在被子里哭。没事，不要就是嫌弃自己的体重，即使我就是不到80，我都不会嫌弃，就每个人不一样嘛，是吧？不用嫌弃自己的体重。为什么要打问？谢谢谢谢投票，不是我的意思是说，你们又那么高是吧？跟我不一样，你们有身高呀，而我。也就1.6米，也并不高，也并不小只，但是在一些人眼里我是很小只的。你们瞎说我的身高，我1.6米，我都说矮了，1.62米，别说了。谢谢我1.62米，你最好识相一点。哪里离谱啊？很多人都觉得我1.65米、1.68米呢，我都更离谱。我怎么这么高？离谱，简直离谱到极点。简直就是笑话！我只有1.62米，我穿鞋大不了1.68米，不是？对啊，佳佳清醒的很喽，真叫好多人，你叫好多人。不是，不是我叫，很多人说，除了我，
番茄上次说的那个上楼梯根本没那回事儿，他故意那样说的，真是的。但是而且有一次是因为他穿了高跟鞋，我不得不穿很高，你知道吗？他主要是他穿了高跟鞋，我你知道跳男卫是没法穿高跟鞋的，只能穿正常的鞋。他穿女卫，他要穿一双很高的鞋，那我能怎么办？我能怎么办？那一高，那就是6、8公分了。他的高跟鞋就6、8公分，对吧？这礼貌吗？真是的，那没有办法，我只能，对吧？我只能，我下次踩高跷，对，谢谢投票。不过好在比较窄，我长得比较窄一点，看起来比较高挑，就是看起来高挑窄的那种。因为我要是宽一点的话，我要是宽一点的话，看起来就比较矮，窄窄哦窄，窄窄窄 ，sorry sorry，谢谢谢谢，窄，嗯，不用理我。没事，嗯嗯，无事发生，当着无事发生，普通话很好呀，很流畅。很好，非常好。我普通话什么时候不好过呀？我连在台上44是40是40，44是40，14是40，就是连台下现场的粉丝都为我鼓掌。那一刻，我感受到了就是荣耀成就。因为我从来，因为我其实我很能就是跟就是台下的观众有一种共鸣是什么？就是他我跟我们之间是有那种联系的，就是。如果你表现得好，他们就会为你真正的鼓掌。当时我确实表现得还可以，就是我真的是很认真的在说这句，而且我自己都觉得我说的还不错，然后就得来了大家的欢呼声和掌声。那一刻我觉得我表现得很好，对，那我们之间产生了共鸣，对，当时真的真的，所以我觉得很不错，因为比起他们前面每一个人说错了，我还觉得我自己说的挺好的。我没有误会啊，不是吗？这是能感受的，就是用你的心去感受他们的掌声是蕴含着什么意思，对吧？对吧？因为大家是不会吝啬自己的掌声的。对呀、啊，本来就是啊。如果你读不好的话，他们才不会给你掌声呢。他们只会笑你，让你读得好就会有掌声。掌声大过于你的欢呼，也会有欢呼，就是不，就不一样的。谢谢谢谢百战千灯叶文谦的99票，对，就是觉得我进步了，脑回路挺厉害，对呀，是吗？没有啊，这是正常人的脑回路。我觉得世界上我不说80%，我退一步，50%的人都跟我一样的脑回路，只是你们没遇到，只是你们遇到了我一个。在你们遇到的人当中，中国有14亿人口，
那在这14亿人口，我就是其中的50%之一。然而，正好在这个范围里，你们遇到了我。14亿之分之一，14亿，哎，亿分之，哎，14亿分之一是什么？没有，不是。别说了，你才唯一，我才不是唯一，无语。好了，我知道你们想说我是你们的 only one，知道了，好，就是这样子，好的，我知道，不用这样子，不用拐个大弯跟我这样子表白，其实不用这样子的，我心里都知道的，真的，好的，我知道了，好。没有，大晚上呢，怎么了？谢谢已注销该昵称的 ING 99票。为什么跟我不能共鸣？谢谢投票。为什么不能跟我共鸣？这 ID 读的不好吗？对，ING 大好戏，谢谢苏珊的99。今天看情况下，苏珊，无所谓了。还要不要纠正我的名字了？好，你们不要纠正我的名字，叫苏珊，苏珊，苏珊，苏珊。不是我的名字，不要纠正我念的名字，好烦啊！救命没一个说对，全说对好吗？谢谢该昵称已被注销，ING 的99。对了，这也要夸，没什么意思，真没意思，这也夸，什么都夸。谢谢，别冻坏了我的炖冻豆腐，这多简单的99票。哪里44、40、10，就这很简单，炖炖豆腐啊，炖炖豆腐，炖炖豆腐，炖炖豆腐，炖冻豆腐，炖冻豆腐，炖冻的，我不管。谢谢投票。我该说什么？不就是炖豆吗？炖豆吗？今天贴了两颗眼泪，贴了两颗眼泪。这是一样的。是仙女泪，是美丽夜蝶泪，是 Cinderella 泪。谢谢 Rio 要变甜妹的99票，其实是芭比娃娃的眼泪，不是芭比娃娃的珍珠泪。
好喜欢你这个名字啊、哦！今天晚上取的名字我都很喜欢，希望他们永远用在我身上。美丽夜蝶 ，Cinderella 是一个公主，对不对 ？Cinderella， 然后芭比娃娃。仙女灰姑娘，谁说的灰姑娘？灰姑娘就是 Cinderella 哦，长知识了因为我一直不知道，我听过 Cinderella， 我也听过灰姑娘，但我不知道他们是同一个人。好的这不怪我，因为很正常，平时我都是。这是他的英文名吗 ？Cinderella， Cinderella， Cinderella。我的童年没有童话，我是一个童年比较老实又没有童话的人，所以我没有想象过我小时候，所以我从小到大就没有过幻想说自己想要。有芭比娃娃的房，就是芭比娃娃的房间，还有像公主一样的生活，我都没有。不是老实，就是没有那种生活，也没有那种向往。长大了也没有，因为从小就没有。就，不过长大了，我发现有时候会很，就是突然很喜欢那种感觉。对。就小时候就没有过那种，就不会像别人一样就很想拥有。10 10 10 10 10 10 10的99票，过分了，我都念出了录音了，刚才听到了吗？我真的要吃人了，怒了。录音不是录音，录音呢，我都要气死我！我要被笑死在我直播间里，救命，妹妹怎么办？妹妹，救命，妹妹！漂亮妹妹，漂亮妹妹。对不起，我妹妹最可爱了，真是的，救命，太好笑了，别笑，别笑，礼貌吗？真的是，笑什么笑？没脸做妈妈的样子。说我你们要觉得说你也行，没有，我一语双关，对对对，自己我们各自都检讨一下谢谢投票，哎，投票谢谢。谢谢番茄鱼的99票，好的明天周几啊？哎，崩溃，这家崩溃了。周三，好的。明天要。出去早哦，不对，明天不用出去，明天要早起上课。哎呀，佳佳好忙好烦哦，要努力。就是因为佳佳还在为拉票的东西而烦恼，而崩溃。
坚持住，就是要想到那个东西的话就很烦，对。而且节目可能不会有那么多，因为又怕自己来不及，真的怕自己来不及，因为半个小时很赶，我觉得对我来说可能在我原先的基础上可能会删减一些东西吧。不然怕来不及。对，我还在想，我现在就是差，哎，其实现在还两个节目都还没搞呢。但是现在搞不了，主要是还得等。我不知道，有挺多节目的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！救命！好，对，所以我得舍去一些东西，我觉得可以不用那么多的，真的。那天还有我的乘风破万是吧？还有这个，所以更多了，所以就有很多东西，所以就更要删减了，唉。估计是会放在同一场，我知道《乘风破万》不一定是要同一天，我知道，但是我放在了同一天。谢谢投票。不行，我拿到嘴里发现我不能喝茶。我忍不住。没矿泉水，我就那个。我真的怕睡不着，不喝，而且还会水肿，对，整个脸都是圆圆的，会，就会变成那种泡沫脸、泡芙脸，千万不能喝，一定不能喝，对，不行，那我至少要见人啊，对，我要见人，所以我就不能乱喝水。泡芙多可爱，那你怎么不是泡芙脸呢？我才不，我只要是，我明天要上课的，我要见，对，我要见老师的，我要视频上课。不行不行不行，我不管，只要是见人我都会，对。除了见队友，队友什么没看过，素颜没看过吗？你素颜还满脸通红是没看过吗？就是练到满身全是汗，那个很狼狈的样子没看过吗？全都看过，对，啥样没看过？是的，谢谢投票。队友怎么不是人了？我没说过队友不是人呢，队友是人，是可爱的人。老师好看吗？关你什么事儿？哦，对了，问你们个问题啊，就是帮我推荐一些3个人帅气的歌，好吗？谢谢。谢谢投票。
就是可以去外面演出的歌。占据河内，对。无罪无我，可是要走剧情哎，就是帅的。反正在一个很嘈杂的地方，不是？我不管，就是，对峙，对峙，别占据，外面不太适合占据。对峙，完美犯罪，五仔，五仔好魔鬼，五仔。累死个人了。临兵斗者是什么？好像听过。这很好喊口是不是？有没有那种很好喊口的？抱抱也挺好的，就是但是跳过，也不是跳过也没关系，但想跳一些没跳过歌。对，我想要不要可爱的就好了。忍者是什么？对峙。最终回合，哦，忍者就是临兵斗者哦，好嘞，我懂了。曲终人散可能要学到我明年不是那个脚步。然后，七三四的歌啊，哇哦，好酷哦，耶！七三四的歌不知道是不是那种场合，应该也挺，但是他不能打 call。我也不知道是哪种时候演。我也不知道，因为，好纠结，好的，我大概知道了一些歌儿。对，我知道了，谢谢，反正到时候你们可以看到我的。谢谢彩彩，哦不，眼睛有问题啊，不是，谢谢呆呆的九九票，怎么又是你，呆呆。猜一猜，我眼睛看花了。对，八个呆，谢谢呆子，乘以八。我的拳头，他知道触及该是什么时候。请问你有什么问号吗？请问，你为什么要打问号？有疑问吗？呆呆，发呆，不要以为改了名字就不知道是你。
啥时候来嘉兴录？我就很快乐，不知道。八姐，开玩笑，怎么可能很快乐？我也想很快乐，我也想很快乐，不可能，开玩笑，我也想，很快就过来了，不是？很吓人吗？哪有？不吓人，不是，没有没有，笑死我！佳佳是不能走的。什么时候巡演？对，希望我们真的有巡演。就是上次 Z 队的小伙伴说想跟插队一起联合公演，我觉得很好呀。反正我们都跳三角，是吧？我非常愿意联合，多好的一件事儿呀！真的很有意思啊。艺人就是怎么说？就是我们能不能就是一人半场半场这样上，对吧？Unit 呢，能不能互相？哎，不行，那不总不能演两次吧？一个 Unit，还是互相搭配一下？我想 Unit 就是互相搭配一下，怎么可能嘛？我还倒想，对，就是那样合作一下。怎么可能嘛？想想而已啦，没有，我们自己队努努力。这一队努努力的话，我们去申请一下。哎，对，让我们也有说话的权利。所以这一队要加油。对，我可以去。当瓜了，在那边吗？我在这边不也是吗？就是可以的意思，就是说，对吧？不管我是什么，但是我也可以做女人，好呀，当然好呀。插队没有瓜，难怪。我怎么看冉冉都开始当瓜了？冉冉都是男尾了。就是主要是冉冉在我印象里面是那种很女孩子的，很软妹的，真的。然后突然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就刷到了她的一点点，然后我就点进去了看，哇哦，怎么变就是变软就是变瓜了，对。我不是一直都是吗？我不是一直都是两边倒吗？我，而且他们说没有啊，就很适合呀。对啊，我两边倒的。谢谢投票。不要被我的性格和我脸上的胶原蛋白给误导，说我就不能当瓜这种事情，这是不存在的。对，我虽然很不喜欢，就是脸上都有胶原蛋白，我真的。圆，你不要以为我们这种圆圆的脸就不配当瓜。谢谢，谢谢投票。再过几年我会怀念，是吗？我也觉得。圆在哪？圆在脸上啊。肉肉就是有肉肉，你看。谢谢投票。
谢谢。我这个才叫圆，对啊，他比我圆一点，他是大饼脸，他已经发胖了，充气了，他已经胖成这样，怎么办呢？你的脸怎么这么圆呢？我马上就快要跟你一样圆了，救命！算了，不能那么圆，我不会的，我不会的，我一定不会这么圆的，我不会的。谢谢投票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礼貌了，我下次对你礼貌一点，乖，不要对我的衣服有这么大的恶意哦，不要对我这衣服上这张脸有这么大的恶意，它多可爱啊！对，他是最可爱的，我也是最可爱的。谢谢投票。衣服等会儿裂开，被我撕开了，不是？谢谢投票。想换呢，头顶上已经有三个颜色，你看，黑色，未漂过的那个颜色的棕，漂过的棕灰，三个颜色。很多人都问我，成员说，你什么时候去染头发呀？怎么比我还着急啊？我自己都不着急。我说等我中选的时候再去染吧，中选之前我就去染。我中选总不能顶着这个三个颜色那个三文鱼哦，不，三色雪糕，我现在就渐变彩虹，我再等等就渐变彩虹了。对，总不能 这样子就去吧，对吧？三文鱼是什么的鬼啊？三文鱼没懂。No no no no，我不能染那种粉不拉几的，它掉了就很奇怪。为什么要说我们是三文鱼？啊哈，我自己说真的，三个人的人鱼叫三文鱼，好了。应该是三条鱼，我不是鱼。三文鱼，3块钱一条鱼，三文嘛，三文还三块的意思，三块鱼，三文啊，粤语来的，不懂了吧？听不懂我说话了吧？我就知道，这不怪我，这个是我的知识面比较广，对吧？我涉及的知识面是比较广的，所以你们听不懂是很正常的事情。像我又会讲粤语，又会讲四川话，普通话也会讲，广普、川普，你会吗？不会吧？我会，所以你听不懂吧？很正常。哦，还有港台那边的，我也会。我们今天直播到12点半我就关了哈。谢谢芭比公主最最最最可爱的99票，嘿嘿。好。公主，不是公主。来一点台湾腔，no。我不会台语啊，我只会台普。对，东北儿的，东北的，东北儿的，我不会。我感觉啊，东北儿话呢，就这样讲呢，咋的的，讲的不对嘛？
是不是啊？咋回事啊？你们跟的啥玩意儿啊？就这样讲的呀？东北人不说儿化音啊，说啥呢？那不一样吗？对呢，可以了是吧？行，那俺就先不说了，俺下次再给你们说哈。你那嘎啥嘎达的？你是哪嘎达的？你是哪嘎达的？问你啊，哪个旮旯的？合肥啊，合肥，我四川的。No，我广州的。在的。不行，干嘛不让我开枪？我就开枪。川普，胖臭，这是连连酱教我的，连连酱有一天。这句话我很久，很久，这句话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听到过了。排练的时候胖子，我说你说啥呢？太好笑了，只有四川人才能懂的感觉，你懂吗？不是四川人，他是不会懂这个东西的，而且不是四川人，他 get 不到这个笑点。讲的贼大声了，在排练室就他一个人。为什么会说这句话我不知道，我忘了，就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就说了，反正我就忘了。真是胖臭啊，胖臭。救救孩子，救救公主，救救芭比娃娃，救命！笑到我腿抖，过呼吸了。对，笑死！我不知道，要问莲莲，要问莲莲公主，不是莲莲酱。莲莲什么时候变公主了？OK，fine，hold 住，深呼吸，来句粤语，粤语，莲莲叫胖子，好，下一个。很简单呀，你中唔中意我啊？我好中意你呀，这就是粤语，很简单。粤语，对啊，就很简单。我要说一下乐谱，哎，广谱，哎，乐谱广谱一样。你今天吃饭了没啊你？你这样是不行的哦。你每天都不吃饭怎么行呢？我跟你说，是不是？那我跟你说啦，就是这样子啦。我跟你说，我都跟你说不要跟你同学吵架啦。哎呀，你看你，哎呀，那你又这样子了，又吵架，回来又要被骂。
哎呀，是啊，是啊。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啊？你说是不是这样子的？是不是？我跟你说，你是不是？我问你，是不是？你咋这么？我跟你说，你怎么长这么丑啊你？你这么丑是没人喜欢的，你那么好看一点呐，行不行啊？谢谢投票。其实还不是很像啊。我一下忘记怎么说广普了，对，我已经忘了。啊，谢谢魏同学。美腿冲了他，哎呀，台普是。你干嘛要说人家啊？人家真的不是这样子的啦，人家真的很喜欢你嘛。人家，那你可不可以喜欢人家一下子嘛？好不？哎呀，你真的很烦呢，我不想跟你说话，我不想理你了，算了，不跟你说话。好吧，就台湾不就是这样说吗？台普，好恶心心，火呼吸，我这是台湾，我是台湾。我是台湾新竹的，哦不是，哦对，我好像我跟我偶像好像是一个地方，我偶像忘了是台北新竹，反正我是台湾新竹，对，我是台湾新竹的，对啊，对啊，你们就是啊，那你呢？你是哪里？你是高雄哦，我是新竹诶，那我们距离很近哦，我们可以一起玩啊。对啊，是啊，那有空来找我玩，好吗？好吗？拉拉勾勾哦，对啊，好喽，好，啊，很远啊，啊，很远啊，其实我不知道啦，就是我。其实我一般不是很记得啦，怎么我的东西在响呢？哦，原来我没关电脑，救命！糟糕，浪费我电。行不行？好好说话。我有说话啊，我这不好好说话吗？你看不起谁啊你？你为什么看不起我说话？你又听不懂，又说人家听不懂人家佳佳说话，又说。又觉得人家说话不好说，那你要人家怎么说嘛？人家真的不知道怎么说话，那怪我咯，是佳佳的错，那没有办法，我就是这样子啊，那你怎么办？谢谢投票。怎样？12:30怎样？哦，12:30喽，哦吼，哦吼，好了，回来了，我回来了，Hello，谢谢 Stevie，You 的99票，我回来了，唐佳佳把唐佳佳还回来，唐佳佳好，好，就多播2分钟嘛。刚刚也是我呀，我有很多个我，我有很多不一样的我，对，就是，
这就是我，真正的我，就是刚刚所有的我，知道了吗？你要接受所有的我，喜欢我要接受我所有，知道了吗？我的所有，所有，所有。不错，为你点赞，为你点赞，这逗小孩的，你会吗？小时候就喜欢这样。谢谢投票，谢谢小拖拉机，小小拖拖拉拉机，谢谢投票。拉拉机，你能不能好好取名字啊？谢谢投票。时间过得真快呀，快乐的时光总是很短暂，我们要说再见了，对吧？不要太想我，难忘今宵，让我们有机会下次再见。那在这里说拜拜啦，拜拜，我就下了，谢谢投票。佳佳已经打哈欠了，就证明不困了。看我迷离的眼神，拜拜，see you，我不止洗完澡，卸完妆我就精神，洗完澡更精神，整个人又开启了新的一天的生活，我关了，谢谢。谢谢投票。好了，我真的关啊，真的关了。近一点，哦，好近，好近。See you，那就早点休息哈，那就关了。